唱出学习爱的能力。陈珊妮在白色情人节发行新单曲，说这歌声其实是 AI 唱的。这首歌不是我唱的，这首歌是陈珊妮帮陈珊妮的 AI 配唱。所有的社群平台没有一个人怀疑过，首先通过盲测试的就是 Musa， 因为我在那时候把 demo 交给他编曲的时候，那个 demo 就已经是 AI 唱的。堪称歌坛大突破，陈珊妮跨界合作 AI 实验室也透露创作过程。你可以输入 MIDI 的档案，然后右边呢你就输入对应的歌词，然后按下生成，它就会创出一段 WAV 档。其实就是先搜集陈珊妮的 vocal 轨道，汇整后经过训练，再输入歌曲的指令，一唱后成果令人吃惊。就连宣传照也都是 AI 生成，歌声模型、唱腔、音调都还能调整，接着再由陈珊妮制作剪接。的确是会抖一下，就是因为我这个，因为毕竟我还是在线上的歌手，自己会质疑这个创作人跟歌手的价值感在哪里。你去看过去的这些初音的创作，它比较是纯粹去生成，我们是让人工智慧去学习人的感情。透露过年期间天天跟 AI 相处，甚至还想用作品报名金曲奖，认为科技不可逆，现在得思考如何帮助自己创作之路。 TVBS 的新闻，上面正红婷台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